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十六吨，你给我蹲，你给我蹲啊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还有，哎，吃饭随时准备墨镜，不愧是巨星。还有，还有，可以哦。哎，哎，哎，不要洗你晚上。还没蹲到，还没蹲到，还没蹲是不是啊？蹲，干蹲嘞，蹲蹲蹲蹲，还没到，还没到，一蹲，二蹲，三蹲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可以，我来万丈是来休息的，不是来加班的。嗯 ，R D W， 看你们这些贱人，白痴哦。现在是从那个幼儿园啊到老人院，你们有看到就是老人院也在跳这个，有看那个影片？对啊，现场要不要想看他们示范一下？在做这件事情之前，我们都会先举行一个仪式，猜拳、啊。猜拳，对。冷气的风直吹于我的眼睛，
我想说，为什么我会一直流眼泪？车上冷气太强，又哭干嘛？一直怪冷气，真的是冷气啊！不然你自己来坐坐看嘛。快到了。好，慢慢哦，即将回到我们的出发区哦。哦，我没有影响到驾驶。没有，很棒很棒。流眼泪是正常的。好，我到达了。我发现我流泪不是因为速度开太快，是因为车上的冷气风很强，不好意思，开的有点强，冷气开太强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我的眼泪会一直流？你真的是一直流眼泪，真的。后来我发现太凉了，太凉了，冷气风太强，冷气太干，不是。大哥，说一下感想。其实我刚刚在里面一直叫而已，这样。不是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是那个冷气的风直吹我的眼睛。我想说为什么我会一直流眼泪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感动吧。不是，就像你说的，为什么视线变模糊？对啊，原来是冷气风啊。所以那到底有没有很快？我好奇哦。很快，我们在外面看到超快大风哎，在外面这我一直想要把它拿好，但是拿不太稳。没错，是因为车上冷气太强。不怕，其实不怕，因为没有想象中那么快，而且哦，它是直线这样子加到最速，然后突然间这样，它让你整个拉住，什么哭就哭，干嘛一直怪冷气？真的是冷气啊！不然你自己来坐坐看嘛，流眼泪是正常的。冷气的风直吹我的眼睛。要不要当小队长？累，并不靠他。来，我想请你吃辣椒炒海瓜子。好啊，不过会很辣。我不怕。我不相信一瞬间的勇气。那部片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记忆深刻的一部片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要做爱的料理，然后就心中就蹦出了这道菜，他好像还没吃过。如果要吃的话，我一定可以做给他吃。那他就喝可乐了。我想说，我做人怎么了吧？我一直都一样啊，就是在工作上面，对，没有特别的。做人要怎么样？我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是浪漫的情节，就是可能平常都一直在做，就对啊。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蛮平淡的，不会说特别一定要做些什么，因为平常不是节日的时候，我也会送他东西、啊，也不算宠妻吧。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的，就是。特别，对啊，还好了，算了。